挺有眼还没着急事的。老婆，你给我说电话，我跟你说，你说哪一天是他？装哪一个？绑了进去吧，还多着呢，这个。这个草莓。没了，老爷，看，没了，还剩下一个。这个绿，这个挺硬。这个嫩绿啊，你不要。啥绿？显得这个又绿又软，那个那个挺又硬又软的。胳膊这整了一个钉子。哎呀，又铲到水泥了。都被吃了垃圾还得。你们把这石头要磨成面进来，往上卖，也能值钱。石上来，石头啊，你不卖绿吃了，不行吧？另外，养花的都要这个，养好花都卖了，也能卖着。是啊，也有好花的。那得多费事啊，回去都得洗。洗了干嘛？带着好人走，不着急。鱼，准透了，油子。这张光嘞。这花眼从4000几卖到4000，挺有眼没着急事的。那说给他50个，我这都不像你啊，抢了无数，有别人无道呗。我老说你，我说电话，我跟你说，你说老爷今天是他。这里边是淤血，这是吧？这气儿你这不是转了挺了啊？转挺憋的，那是地上滚了挺，他不平了，你这一分。要翻出去一笔。好了。你看，这时候跑开了，哎呀，真带劲。